6月7日，木村光希在微博更新了一则小视频，是他在自己家中种绿植。视频中，光希穿着简单的白色 T 恤、牛仔裤和人字拖，打扮超接地气。他戴着白色手套，种起花来动作熟练，看起来在家常常做这样的事情。种好之后，光希还对着镜头甜美一笑，真的是太可爱了。